希望我找一个温柔漂亮的女朋友，同时呢，希望我的大外甥可以攒钱给我买帕拉梅拉。几十块的蛋糕，许几百万的愿，你觉得合适吗，舅舅？那合不合适的先许着，万一实现了呢？要是不成我蛋糕的话，说不定真实现了。你也吃，小孩蛋糕你也抢。不光是糖糖的，你袜子里藏了200块钱也被我拿走了。好你个臭小子！还敢拿我私房钱，立马给我滚出去。舅舅，你看我可爱了吗？可爱，哪家属你最可爱。舅舅你也可爱。真的吗？从小到大第一次有人夸我可爱。你可别没人爱。你给我过来。给我过来。哎呦完了完了。哎呦重新是。让你不锻炼整天窝在家里吃干了吧。我们谈到以后肯定不是矮着我。算了吧，大家都没有大哥哥你，我姐夫都是1.75米，再看看你，你先拉低了全家的高度。一冷静难生气，啥话也敢说。铁灯。呀！谁？李正。今天是约一次发零花钱的日子，这次发完零花钱，互相之间不能打听，打听一次被我发现扣5块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知道了吗？知道。那是我的红包都收到了没有？收到了，收到了。嗯，解散。有人。我能打听10次吗？我能打听10次。哎，子九，你们还是出去啊？哎，对呀、啊，不是经常约女孩让你去见识见吗？别提了，姐。我是真不想去，他可是练跆拳道的。怎么着？你还怕挨揍呢？就是啊，你一个大男人，怎么也得三七开吧？可不三七嘛，他这样三拳，那我真服气了。哎，那你不会太强势，那你小鸟依人一点呀？绝对小鸟，160斤。我往你这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喜欢。你这个项目都做了2遍了，还来排队，你不累吗？妈妈，你已经很漂亮了，还贴电话桌，也没见你累。哎，舅舅，你怎么又黑眼圈了？哎，别提了，太郁闷了，昨晚一晚没睡着。哪呢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昨晚有个女孩哈，问我喜欢什么样的，你猜怎么着？我说喜欢女的，活的。哎，接着把我给拉黑了，你说气人不？到底是谁气人？你又来我丢了我。哎，舅舅，你不吃饭了？来不及了，今天我要去崇山医院和报复。我看你还是别去了，你这不是为难神仙吗？拿了几块钱的香，去求几百万的财。那我求单都行了。那你还不如求报复呢。哎，那你吃了鸡蛋再走吧。哎，也行。哎，这个都没煮熟，糖糖媳妇别吃。这是我特意做的溏心蛋，鸡蛋煮不熟多腥啊，还有啥美食菌，糖糖吃完不会拉肚子吗？你放心吧，我用的是黄天鹅。这没有，蛋黄软软糯糯的，还真好吃。行，吃饱了，我走了。这里拿一个鸡蛋走，这样走吗？也方便。还得是我外甥。你人和豹子都没戏了，这就把这个鸡蛋吃了，补补脑子。这弟弟就发了工资，给我买了一杯奶茶，很开心。没关系，我给你剪掉。来，插吧。哇，真的插进去嘞！啊，舅舅，舅舅牙嘴。没关系，剪掉。哥。等等等等等等，舅舅好厉害！舅舅不知道我已经识字。脑筋急转弯，答对的话。
来这一百，答错的话打扫卫生，要不要参加？要。如果两个人同时掉到水里，有一个叫汤姆，请问另一个人叫杰瑞、哎、这会抢答了，不对。安吉丽娜朱莉，不对。安吉丽娜朱莉贝比，安吉拉，不对不对。好好想一下，还有知道的吗？难道你知道吗？眼睛一转，头脑风暴。如果不知道的话，这一百块钱我就要收走了哟。恭喜糖糖100元。你俩还在干什么呀？不打扫卫生去？哎呦你妈。我有一个会做饭的舅舅。舅舅可以吃吗？那我们做个游戏就可以吃。好呀。哇麦 K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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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溜不溜不溜，空龙康啷康啷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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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快来点击评论区链接，跟我和糖糖一起参加《圣龙霸王绝对宝》的抖音挑战赛吧！才来结婚呀？你不是5点放学吗？我也没迟到呀。我不是4点来吗？我来那么早干什么？小心小心，时间太久了。你关我啥事儿？小心，但是呀，我跟老舅玩。啊？你也没说小花小姨的事儿啊？你没？嘘，阿姨家里来客人了。阿姨，你越来越漂亮了。啊，你这个小嘴越来越甜了呢。我妈妈比你妈妈漂亮吗？哼，我们家是新沙发和床椅。你吹牛，你家二月刚刚跟妹妹有床这么大。舅舅来了来了来了，请请爷，沙发变床。这沙发怎么好久没有这么寂静了？不行，我这拖家带口的净给你添乱了。添什么乱？今晚我给你们看孩子，你们尽情的玩。先过好你自己吧。哎呦你妈！哎，你什么意思？说清楚来，说清楚。等周末，你他妈在家靠边，还想练结婚了？你倒是结婚了。那你说结婚什么好处？结婚的好处难不是？你看啊。老公，我都饿了，饭做好了吗？哎，媳妇儿回来了。媳妇儿回来了，来脱鞋，宝宝给我吧。老公，我渴了。刚炸好酸奶，快尝尝。谢谢。小花，小花，你还没告诉我结婚的好处是什么呢？哎，小花，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饭搭子。妈妈你开心吗？妈妈、嗯、你不是有宝宝还是先有妈妈？当然是先有妈妈了，妈妈大。先有宝宝呀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一直